热血开场的是钟汉良、唐嫣带来的绝美歌曲《秦雅集》，有请两位。灯火阑珊摇曳，血液耳边声嘶诀别，热血更比红日炽烈，看人间悲欢肆虐，爱恨潦草书写，黑瞳捉一波风，引弓惊鸿入梦，这山画不尽这人间情深缘浅，爱恨潦草寒霜满天，山外山山披风雪，却别受我惊讶之缘，惊鸿一面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生死并肩，生活阴阳展翅没忘忧，身边有笛声悠扬，分落万象，风雷吉祥破天浪，斩不断激情疗愈的爱恨时光，天地厚望，谁轻谁遗忘，情愿将岁月封藏，饮尽寒霜，共悬赏花阴阳，长生如梦一场，前行如何，命运绕芬芳，我们的节目呢叫真精彩，张新成、姚晨老师为大家带来《悟空传》主题曲《子》。还没开始学到再见。
算来不及相恋，刹那之间镌刻永远。昨日的情景在浮现，流荡在心底，化一缕烟飘散。来不及好好告别，空留一段记忆的线，记不下长长的爱恋，却困扰梦前，恍惚中又和你相见，永远到底。是我对你最后的眷恋。能把一首歌演绎的丝丝入扣，没有多年的表演经验是绝对达不到的。你们现在可以在我们 A 组拉拉票，然后我们去 B 组拉拉票，因为我们接下来下一轮比拼马上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选择我们这组真的是非常正确，因为我们这组有歌有舞，对，舞台非常之丰富。屁股站住！给我说一句话的机会，姑娘们 ，B 组的舞台下面就是张杰的。B 组的舞台都是张杰的。如果一会儿你们过去的话，那你点什么歌，我就可以唱什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 B 组的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待会儿是杰哥在这边唱，杰哥的歌声是非常有穿透力，在那边一样可以听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就是，这就是爱。好，团结。好了，团结，尊重你们的内心就可以了。